树叶啊要离去，爱人啊要分开，走了春天，阵阵风雨跟阮跟几暝，为何放袂开？心内拢是你，敢讲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拢跟你去。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。输袂你的意愿，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心爱的，我爱你。永远相随，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讲你贪钱，我袂相信；讲你洗钱，我唔肯相信。我一直相信讲，我的囝婿是一个敢做敢担当的人。我这款的想法，看说你的后生查某囝嘛唔肯相信，也毋过老公伊就相信啦。亲像这款跟我同款遐尼相信你的人。你去跟他说两句啊，也是应该啊。好啦，既然老母你就这样说嘛，我来跟江阿姐讲一下。嗯。阿江啊，哎，小姐，江阿姐，哦，出名了。哦，啊，你来，你有班呢？哎，坐啊，坐啊，坐啊！啊，我如啊出面啊，你拢叫我工作啊吼！啊，我就莫阁当阮世界啊啦，我直接讲重点啦吼！啊，听讲哦，啊，你甲我如啊最近闹到要离婚，啊是一时讲气话决定的吼？江阿姐，真实的，我无甲外人讲家内事的习惯。哦，哈哈，你放心啦，我无要管你家内事啦，我如啊吼。虽然讲个性较倔强啦，啊，其实哦，伊心肝哦真善良啦。啊，你来了解伊的个性吼，啊，咱较顺伊哦。其实哦，伊真好斗阵嘞。俊明啊，你的头壳哦，比我的查某囝较好。你的北长比我的后生较宽。你嘛真够欣赏人才，啊，不过你常常袂记哦，看到你牵手的好。我如常常讲话哦，较无得体的意。那是我这个老母教了无好，啊，不过哦，伊的心肝真软，甲阿母同款同款。那是我生予伊的，善良的本性已经调底啊，未去予拍无去。啊，那你讲起来，你外女的心目中，大家拢是朋友，拢是一家人，就敢若我还佮有你家，是外人，是冤仇人。哎，做媒啦。啊，你甲月如啊结婚几啊十年啊，啊人讲哦，会做翁仔某，迄拢是种些烧好香，啊迄吼爱烧偌久吼，才会当烧这个果，你知无？感觉吼是唔敢讲哦，看你安尼哦，为着一时的冲动吼，啊造成哦一世人的遗憾啦。自我要娶伊迄天开始，我就知影家己爱做一个什么款的翁婿，我对家庭、母子从来唔捌失职，这段婚姻。是家己拍歹去，遗憾是家己造成的。所以江阿姐，你拄则讲了真好，但是你爱讲的对象是月如，唔是我。好，好，好啦，俊明啊，你讲的话哦，江姐也听会落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呢，我也无爱问你，啊，我也无爱去问月如啊啦，我直接来去问红人啊。你哦，拢认为讲哦是月如啊，啊联合红人啊。啊，来甲你提出告诉。其实哦，若对我对月如的了解哦，
伊应该哦，袂对红师哦做遮尔啊凶的代志出来啦。照我咧判断哦，应该是这红人啊，伊家己要提出告诉，啊，月如啊尾啊才知影，啊，要动动眉符啊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歹势，我的顾忌无输月如，我是相信我家己的感觉。这个代志，咱就莫去讲啊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哦，不要紧啦，啊，那信不信又在你啦。啊，我这袂变动的吼，我无一定就大家拢总买啦。啊，你若唔买，反正人别人嘛会买啊。啊，我做下了后，你的口味你也食袂下，人反正红人啊食会下吞会落，对不？老哥呀，你意思是讲你要找红人讲哦？是啊，我这袂变动的吼，我反正这个变动哦要送来去给红人啊。我是唔知道你要甲红人讲啥啦。啊，不过既然你甲安尼讲啊，你一定有你的想法。好啦，无我找一个时间哦，安排你甲红人见面。嗯，好，无问题。歹势，我阁有代志爱出来见一下，江少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免客气，无用做你，无用做你，吼。好，我出来去。好。什么啦？刚才便当未来啦，吼、哦，有闲再交关看卖啦。我这互你食咧，你会调咧啦。我甲你讲，那你，小姐，你真正有用咧。你啊看，啊一个月如安尼哦，个性遐倔强啦，啊一个囝婿哦，哇，遮固执啦，啊佫娶了一个后生，讲也讲袂听啦。啊，这个家庭安尼哦，你又才顾到遮尔啊好，哇，我钦佩你，真正有牛有牛啦。你这是在跟我耍啊，在跟我娱乐？娱乐娱乐，第一名第一名。伊德，来遐坐。伊德啊，我知影你有你的情绪啦，啊不过吼，有啥物话好啊讲就好啊。咱唔好安尼歹面相看，啊！妈，阿姑，是的，我之前对恁态度无好，请恁原谅我。我的个性较硬，做代志较冲，有当时较主观，为着小朋友代志甲恁起冲突，是我唔好，我应该好好甲恁坦诚才对。伊德啊，咱拢是共一家伙啊，所以吼，无需要遐尼啊严肃。你会当想清楚，我相信恁老母吼嘛一定足欢喜的。月如啊，你讲对无？家己后生，我袂计较遐尼啊济啦。伊德，本来我来嘴讲吼，你要约阮讲话吼，一定伊阁是为着小佩的代志，想要来找阮理论。啊，即马看你安尼遮尼捌代志吼，阿舅嘛足欢喜。啊，那呢？你甲李小佩离婚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我袂离婚。伊德，你若是有诚意，就应该听妈妈的话，赶紧甲李小佩离婚。是啊，伊德啊，阿舅也搁在做讲吼，你已经想通啊咧。我是想通啊，但是我袂离婚，绝对袂离婚。你嘴讲实的，心肝内煞无愿意甲李小佩离婚，啊，那呢，咱就无啥物通好讲啊。我会回实的，是我无应该甲恁起冲突，我安尼做会增加你对小佩的误解。你是我生的，不是李小佩。你是要听我讲，还是听李小佩话？我是一个疼囝的妈妈，我看到家己后生这样尔软弱，这样尔委屈，我会唔甘呢？我即马接慎重甲你讲，你甲李小佩的婚姻我是不可能接受。进前我会遐尔好意，是因为你威胁我要搬出去，所以我才会改变我的态度。想出你就是无法度接受小佩，伊是一个这么好的新妇。我已经讲甲足清楚啊，你若无要甲李小佩离婚，那呢，我是绝对袂让伊好食困的。妈，敢一定安尼？算我拜托你，最后一遍求你，讲讲你也是听袂入。啊，那呢，我最后一摆甲你提醒，你若要阁继续维护李小佩，咱就无需要阁继续讲落去啊。
我知影。既然安尼，今日是我最后一遍，跟你谈桩代志。宇德，你别家叫。我看到伊为着李小佩安尼咧讲话，我规巴肚的火拢压起来。一段旧情绵绵，在相逢的高脚垫。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最近业界，敢有感觉有啥物无同？啊，譬如讲，走路特别有风，啊，身躯边的人拢对你特别有礼貌，啊，是空气特别 fresh。无啊，无啥物特别的感觉。无，那有可能啊。魏宏志，你是不是去找伊的阿姑甲大俊的麻烦？那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卖闹啊！你是不是为着替我出气？早起找人。对了对了，是我啦。安娜，教育我的当初经营得无经我。多谢啦，但是后摆唔通安尼哦。唔免甲我说多谢啦。啊，对于迄种人哦，我干那出一支嘴就好啊。后摆哦，伊若是去甲你欺负，伊就甲我讲。伊无甲我欺负，后摆若拄着代志，我会当甲你处理。你免替我烦恼。因够有可能无甲你安怎？是真诶，魏宏志。虽然我伫甲你当作情人，但是爸不输有一个人管着你复杂，安尼你知无？小佩啊，今仔日下班，敢会当较早回来？阿妈有话想要找你，甲伊讲。好，我较早回去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嘿，师傅。啊，你来这早就回来，我们现在要到下班的时间。哎，我这摆是副总的呢，上下班也免等卡，而且哦。我等下完成一个 case， 我感觉欠忝啊，所以先等下休困。爸，搁伫个公司吼？应该是吧。其实，昨我有听到你甲爸、阿哥做伙咧骂小佩，恁是不是设计好要甲小佩赶出去？哪有啦！哎呀，新彩，我给你拜托的，后摆李小佩的代志吼，你莫搁插手啊。啊，若无爸听到吼，连伊搁无满意啊。爸，即马无伫个。奇怪，你是安怎唔肯讲？你足心虚哦。我无啦。卖甲我骗！恁是安怎要安尼做？而且唔呐，将对小佩，甚至连小东哥李妈妈拢做伙骂，话讲愈讲愈歹听。哎呦，好啊啦，新陈，我咧拜托了，恁卖遐注意李小佩的问题，这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那也无关系，小佩因家对阮家有温情，之前你拖累阮家的肉丸变做恶心肉丸了。搁甲阮妈妈害到这尔凄惨落魄，好家在有理解的人，一直咧甲阮妈妈斗三工，伊才有法度重新振作起来。阮妈妈常常咧讲，若是无小东哥的友善平台，无小佩的鼓励，无李妈妈的照顾甲陪伴，伊可能到即摆搁无法度行出来，搁较无可能活到像即摆这尔快乐。搁再讲，新月即摆嫁予小东哥，嘛算是半个李家人。你敢袂当带连这关系放小佩耍？就算你无想要甲小佩斗三工，你嘛无应该对爸甲阿哥咧欺负伊。你是讲我甲月如是咧欺负谁？爸。爸，啊，你今仔日下班啊啦？你讲啊。
我是欺负你家，阿是林家。我唔敢讲爸，我是咧讲大局。莫家己分袂清楚状况，阿佫爱管人家事。你家不管是大小，或者是查甫查某，拢是妖魔。你看，连你嘛因为接近小佩，即马变甲对我足无尊重，甚至连我讲的话嘛拢无咧听。我唔敢安尼做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有，之前毋是已经甲你警告过啊，啊认落清楚，你是老家的人，莫规工拢咧想恁林家、李家，甚至还佫有叶家的代志。啊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当我无在的时阵，要甲大军洗脑笑，要叫伊甲你做伙来反背我，我警告你，若佫有我发现一摆，你嘛免做阮老家的新妇。无啦，爸。那是星辰哦，是心肝较好啦，唔才会替李小佩咧讲话。你即马甲教死啊，伊后摆绝对唔教啦。哈，星辰，哈。是嘞，我唔敢再讲啥。阿妈，你等这安神茶，我先捧起回家饮。你去啦。平安，我要叫恁平安囝记者面。哦，阿哥，银行我有代志爱处理呢，可能爱靠我才会当过去。哦，我等你。王老师要叫咱见面，应该是为着魏宏志的代志。要假使刘宏仁因平安囝唔是便宜，只是你甲魏宏志粗脚动手。可以找到机会徛空，因为伊阁有利用的价值，都必须要按来者。是嘞，甲王先生惹麻烦，应付会过都无算麻烦。人讲拍狗看主人，即摆国不离疆，啊拍人互狗看，吞下来袂？不管我怎样，我拢会吞落。这个魏宏志，鬼头鬼脑。嘛算有才情，连你这個老江湖拢会输咧行。即摆若是无该教乖，后摆毋是连我嘛输惨落。我无想要替魏宏志讲情，啊，毋过伊是囡仔班的，这条我听伊，都应该我来担。若毋是不得已，我袂顶当家己人，我会责任。咱来演一遍戏，互迄对戆爸仔囝看。什么代志这么着急？你还敢问阿妈？你受这么大的委屈，你先咱唔免甲阿妈讲。伊都，你嘛唔对，小佩唔敢讲，你唔着偷偷来甲阿妈讲。发生这大的代志，你还阁想要冤枉啊？阿妈，你讲啥啦？我哪有啥物委屈？你唔免骗阿妈，我知影你是惊我烦恼，啊不过哦，阿妈唔准。要甲你带入门进前，我都有讲过啊，不准任何人欺负你。阿妈已经知影，莫甲阿姑逼咱离婚的代志啊。那不是先前甲我讲哦，我唔知影代志发生到这个地步。我本来哦要去找洪仁甲外头算账，我才一个去到底，伊摕迄个洪志去找麻烦哦，迄监视器的画面给我看，我规个拢戆去，唔知你讲啥话。阿妈。对啦，这件代志我真正唔知影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绝对不叫洪志去对付大军甲阿姑。你唔免解释，阿妈当然嘛是相信你，只是向阳看到迄个画面哦，啊，洪林一句，我如一句，对我阿妈唔知你讲啥话啊？那是讲这个洪志哦，阿妈咧食饱营养无代志做，阿无来无钱母子条要创啥个？洪志伊无歹意啦，伊只是较计无。才会去找大军甲阿姑的麻烦。这个有影哦，生鸡卵无，放鸡屎无，人眼都看得着，要好好甲盯一下。莫啦，阿妈，
你都看到我的面子，原谅伊好不好？我已经甲伊谅过啊，伊后摆袂安尼做。阿妈，其实我拢知影洪志的代志，敢是阿姑甲妈的借口。今日算无洪志，只要妈的心肝无透，也是找别个理由来挑唆我甲小佩，敢毋是？小佩，你听阿妈讲，这摆你来较委屈嘞，较忍耐。虽然事主是洪志，阿哥。伊嘛是徛伫你这边的，你妈哦是袂堪得起，甲这条小生代理，你唔通想伤济。小等下，红妮甲关如一定讲真侪话来刺激你，可能会逼你离开这个家，会逼恁两个离婚。阿哥，你千万爱忍耐，唔通意气用事。阿妈会为你。知影无？阿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忍耐。我就知影哦，你是一个真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这摆真是爱委屈你啊。袂啦，莫安尼讲。哎，我最近哦，已经出门，唔知你安怎，哪会代志安尼遮多？风台去，大水来，一层过一层。你别烦恼吼，多谢阿妈。一段旧情绵绵，再相逢会搁较甜。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陪。莫荣志，你会枵未？为着加班，干要我买便当倒来。好啊，顺续就好啦。我的要求无改观，日本料理的内容，家庭式口味。啊，便当一百块，会给你找我四十块。你可以使用我，也可以呀，玩玩我。阿月，我那刚刚你对红是真正有看的表。哪有啊？伊是顺耍尔。你莫袂记钱，我嘛是一个查某囡仔。但是我还想甲你提醒一下，王志伊个性较特别，有时阵讲话做代志拢翘一条神经。你若是真有这个意思，来请我心理准备哦。哎呦，我根本无遐意思啦。不过你讲爱准备啥物啊？你爱比任何人对伊搁较有耐心，因为你爱接受伊可能常常会吐出的个性。哎呦，我问遐尔侪要创啥啦？我根本无迄个意思啊！不过你讲的迄个条件，我嘛做会到。鸡腿吼。今仔日我甲小佩问讲，最近你伫恁兜过够顺时无？你敢知伊安怎讲？伊安怎讲？对啦，你就是爱安尼问我，才接袂落去啦。伊讲，其实伊啥物都无讲，伊干呐甲我说倒下。看起来这点哦，我真正处理甲真水亏。既然伊会甲你说下，就表示你做了袂歹。你甲我好了，这是应该的。不过你会当啊直接个，比如讲赞、水、good job， 这我拢会当接受。不过你只讲一句袂歹，这个歹哦。我听起来哦，特别欢喜，这就亲像你向我无够认同，意思是同款的。来，再给你一摆机会，好了，我一摆。我想来当，是因为妈妈在等我吃饭。等一下，我先给你去因家等你。你问这话哪有意思？我去恁家吃饭是天经地义，敢有需要拍门票？你即马干哪一个态度？随时欢迎我的态度，对不对？随时欢迎，但是今仔日袂用接。你这个话我听了袂合。哎，恁某嘞，你嘛小可甲讲一下，
友善平台的代志我会当注意，但是厝的代志，先去做主。你不讲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袂记？拄则阿月去替你买电动的，还是袂记钱？啊对哦，啊我着凊彩讲讲，伊凊彩听听就好啊，佮真正走去买。是个，迄便当哦，你佮阿我处理就好，我佮小东东哦先来倒去。袂用钱。哎，恁都讲袂用钱，你讲的。袂用钱。小东哥，你咪走啊！这便当让我你阿红子食，我买回去陪我妈妈食饭，我来给你加油。魏宏志，加班。哦。炒南瓜，我今仔日哪会这么 lucky 啊？什么 lucky？ 那是我转工紧。哎，啊你哪会这厉害？知我爱食这個。你唔知你这狗话哦，讲到我都记的，其实就记啊。你唔是跟金叶菜拢介意？是哦，你有了解吗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处理可能哦，嘛无用通食便当啊。什么代志比食饭搁较要紧啊？这我嘛唔知咩解释。啊，这便当我都麻烦你帮我处理掉。哎，洪志啊，你敢会去足久诶？是安怎？我诶意思是，若是你未去足久诶，我会当哪做工课，哪等你转来啊？若无一个便当拢无食着，倒掉足拍算诶。好啊，啊无你辛苦诶，我倒来接个食。王先生，你找我？啊，是毋是阮去驾驶迄只刘红人，驾驶迄只后生，你要甲我讲咧？其实毋免啦，我是做我应该做诶。是毋是有啥物状况啊？恁的面色看起来身体拢无啥爽快咧。啊，勇哥，你这摆哦，真正处理到有够意思，搁咸水开。你若有啥问题，甲我讲，我一定替你做较到。洪先生啊，啊你若拢唔讲话，这气氛哦无啥对呢。有需要变一个魔术，还是跳一个舞来改变一下气氛无？等下啊，咱来演一出戏。你甲建勇拢是男主角，观众进场，咱就开始演了。会记的，爱点点，无半声。是啥物观众？因是要摇滚区还是贵宾室？王先生，你若是包公，我甲勇哥，毋是展昭，嘛是王朝马汉，那是啥物观众？比阮两个较大牌。啊，若是无啥物要紧的话，阮朋友搁咧等我食饭，我食饱才搁来啦。伫我面头前安尼胡白讲话，你是毋惊死还是吐白听啊？跳！一段旧情绵绵，再相逢会搁较甜。我爱你。姐，代志我已经查清楚啊，找恁爸仔麻烦，迄两个少年人是家己自作主张的，这个代志。甲小佩无关系，莫牵拖对遐去。阿母啊，
你哪当肯定这件代志甲小佩无关系？是不是医师底下有甲你解释过？是啊，医师有甲我解释啊，我嘛相信你啊。有啊，你千万唔通相信伊的话啦。伊都敢叫迄两个老毛来这闹代志啊，谁知影后摆伊会阁做出什么惊人的代志？我卖听伊的话，啊是要听你的话啊。小佩的个性我比你较清楚，伊无可能做这款的代志。是讲，小佩啊，啊，这个代志算起来哦，你嘛爱负淡薄啊道义上的责任，所以哦，你甲你妈、甲你阿姑回去啊，洗嘞，吼。好。妈、阿姑、大军，真洗嘞，希望恁会当谅解。好啊，啊，他即马小佩都回洗嘞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到这为止。方便啊，阿妈，大家拢是一家口啊，阿以后要斗阵，又是孤孤单单的，搁再讲这种代志，阿不是小佩主意啊，阿你都原谅伊啊，莫做甲遐尼绝啦，阿甲厝内气氛，你我这摆要创啥？阿母，真歹势，唔是我要甲代志做甲这尼啊绝，新妇联合外口的人来对付家己厝内面的人，这款新妇我了袂起，外如啊！阿母，你莫管啦，莫免替小佩讲话。这件代志是我的解散，我无可能妥协，嘛绝对无可能让步。你敢真是爱打这样呢？母啊，原谅这两字吼，讲起来是真简单啦，啊，不过做起来真困难。你无伫现场，所以你唔知影。迄个时阵吼，我甲大军两个人真正是活要惊死，抓做讲吼。大概无多度过一关啊！对啊，阿妈，我迄当啊哦，我你也烦恼，我烦恼你后摆看袂着你的金孙呢。是啊，因两个若来个真呢，阿兄甲大军若发生意外是要安怎？你即摆会当阁看到因哦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阿母，你敢无想过，这真正足恐怖的呢？这种威胁着性命安全的代志哦，无可能安尼就准煞。假使讲一句道歉，就会当解决。那呢？这个社会，敢要搁需要律师？敢要搁需要警察？早已经天下太平啊，敢毋是？阿母，无常常你信任小佩，但是阮做袂到。讲啥物？阮就无可能去信任一个会对厝内面的人造成性命危险的人。你讲为着厝内面的祸害，叫阮来放放下就去，我无拍算要来做，嘛无必要。因为我袂要准备把伊当作是咱家的人。李小佩，你即马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你主动自发，甲伊就离婚，然后主动离开业家；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亲目睭看你签离婚协议书，然后甲你赶出去。赶出啊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这两个选择，你要选择一个？妈。是嘞，我两个拢袂选。你讲啥物？你搁讲一摆。我绝对袂主动提离婚，但是伊在那块嘴，协议书我就会签。安尼好，伊德，你即马就甲伊离？无可能。不管有可能啊，无可能，你甲伊离就对啊。我厝啊，你敢坐咧？啥物代志好啊？讲一定爱大细声。是安怎一定爱阮离婚？你若是真正反对，结婚证就会当反对啊！你家己毋是嘛讲过，婚姻是一种文明。你为着你的面子，无甲爸离婚，你搁啥物年纪表甲小佩离婚？伊今仔日会叫老毛牙笑，威胁你若孤家大军，无定着倒一天，伊嘛会叫老毛来对付你，还是厝内面的任何一个人。这款媳妇我会惊呢。你安尼对待小佩，小佩拢无伫惊，啊，你是伫吓啥？要我离婚，我答应。但是我是甲自己厝离婚，毋是甲小佩。我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这边哪用的？是你叫伊就安尼做是无？进前你讲要搬等后口厝住，我无答应，你就规气叫伊搬出去。你分明就是咧煽动伊德，拆散咱家家。妈。你真够，
真欠卡，一个人母拢在开家花啊！这是我的决定，你要骂就对我来，跟什么无关系。伊德，妈呢？甲妈妈讲话好无？无大声讲，我嘛听袂得去。这是你的厝，就算讲你要搬出去，我嘛待伫这等你回来。阿妈甲妈妈袂同意的代志，咱就袂当做。有听到无？会讲这款话的媳妇，你是安怎对伊这么歹？阿哥，大俊，你搁凭什么给我的牵手受委屈？妈，今仔不是你找我跟小佩讲，是你爱跟阿姑跟大俊讲好。我即马伫交话讲好清楚，你安怎对待小佩，我就安怎对待你。是我家己做得无好，你莫用这种态度甲妈妈讲话，妈妈安尼对待大军，甲你甲你妈妈哦，同款啊同款，什么人生，什么种，你若准你安尼假可怜，我就落耐心，你愈安尼，敢若会乎我对恁妈妈吼愈来愈怨恨呐？我赞成，伊得甲小佩搬出去，真好。准备。你是在赞成啥？阿婆，即马这个家，敢若春秀分到五界，安尼敢毋是真悲哀？连我都靠袂住，赶紧搬出去。阿叔伊在哪要走？我也双手赞成。俊明啊，你阁真敢讲哦！我女儿心结的遐尼深，拢是因为你的关系。你莫伫遐做贼的话俩贼，你即马阁想要甲外女作对？要煽动伊德伊两个搬出去，你安尼对家己的某敢会得过？我叶俊明，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从来毋捌做啥物对不起别人的代志。甲即马这种话你还阁讲会出来？面有下巴的代志就先莫讲。你甲潘英凤伫遐咧高高低，你敢袂感觉你有唔对？是你伤外头的心，害气甲咁要掠讲，你还阁讲你无对不起伊？我甲英凤一直拢清清白白，啥物叫做高高低？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？哦，你面子你无爱，我才有你甲潘英凤两个人对话的录音，你敢叫袂记啊？你是毋是爱我？甲恁两个人的见笑呆，拢公开出来，予全世界人拢知影。你是好的，你拢甲我掂去。其实我过日来业家，就有心理准备。恁要安怎骂我，我拢袂要紧。但是恁若是针对阮妈妈，我就要替伊讲话。阮妈妈毋是阿姑你讲的迄种人，你无应该用话侮辱。阮当时去侮辱恁妈妈，录音带恁妈妈讲的见笑话，一声一句拢清清楚楚。你搁为民主伫只咧替伊讲话，我才是受害者呢。妈，阿姑，我一直真尊重您，但是你安尼讲阮妈妈，我若是继续徛伫只，会甲你冤家，我也是心里亏。妈，阮妈妈。这是被害者，我是被害者的查某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拜托你，千万唔通不留阮妈妈，伊即马人伫日本动手术，可能会发生危险。听你安尼讲话，就算我修养搁较好，嘛去信你。彼得。是安那？前两天爱结婚的时候，英凤我够好过，那即马忽然间讲要去动手术。其实已经泡白真久啊，我嘛是结婚前是刚才知影。结婚一天，英凤甲我讲，伊要去日本佚佗，原来是恁骗我，我竟然相信伊。啊，时间上好时间是拄仔好啦，啊，即马讲人咧日本，啊，无人看到啊，对无？
你快点起来！你两个给我听好清楚，我唔知你是安那，遐尼讨厌你家的啦。也毋过，你家的人伫我的心目中，就是一个善良有八丈的人。哪有参照你两个安尼，鸟仔长鸡仔大，你是要哪甲人比？你有你的界限，我嘛有。我的界限就是，不准欺负你家的人。假使你若要继续逼小佩离开家，就是咧逼我。是安尼啊，爸，后摆若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也无可能来送你本啊，对不？你点点啦，那就安尼啊，就紧照顾。小妹，阿你妈是安怎？你拄仔向阳讲安尼，你甲阿妈惊着，你知影？歹势啊，我唔是故意要阮妈阿妈的。我知我知，你好，我甲阿妈讲，你妈即摆病，安怎样？阮妈妈是脑动脉瘤，伊阮妈，我甲阮哥哥已经有一段时间啊，我是结婚之前才知影的。啊，是当时要动手术？明仔载就要动手术啊！明仔载？这个婴儿吼，个性哪安尼这倔强？我生这大个代志，阿妹来甲我讲，我即摆听伊讲，伊安尼辛苦白听，我一个心肝内着来足艰苦啊。何况你这查某囝，你更加着急，更加艰苦着无？这几天啊，你是不是拢咧担心这件代志？啊，搁有啦，之前你讲若结婚了后，要先踮咧厝内住几天啊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这个狗杂囡仔，哎呦，你安尼心肝内安尼看这个代志多大条，你妈跟你阿舅阿哥完全唔知影，用迄个话来侮辱你，阿妈唔敢，我你真为难哦。不管安怎袂话，我拢无要紧，但是我无法度忍受我妈妈。予人恶语批评，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干那惊手术有啥物办伊。虽然成功率真悬，但是我还是烦恼。我真正足惊看袂着阮妈妈。袂，袂，你妈妈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小佩。你莫想遐多啦，你妈妈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。是啊，你妈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伊一定会有好报。明明结婚那一天，人都还阁好好，哪有可能才过几天啊尔？人都破病啊，阁需要动手术。我看小佩哦，根本就是想要换一个话题啊。母啊嘛真正足好骗的，安尼都叫骗去。就是讲啊，提出来人健康来讲算笑，啊种代志竟然做得出来。这个李小佩心肝真正够了不得，刷来哦，唔知要用什么理由借口来阁骗啊。你哪点去？你是凭什么讲伊在骗人？伊个，你问你家己啊。头拄仔你来恁李小佩看啊，迄出戏确实袂歹。就问，啊你两个聊过？你若是有才调，佮讲一遍。好啊，你我讲几件哦，都嘛紧。哎，效果有出来啦，啊不真可惜，你敢若骗着阿妈的同情，在座的哦，无一个甲你信得。啊，你就表示这出戏哦，佮有真大的进步。好干！阿力，你动啊！干什么动啊？伊德，你不要动！你出下伊德！阿力，你动啊！伊德，你肯定进来了，
伊德，好。丁爸就出声，你搁要创啊？爸，这个错，我跟大伯了。不是因为有人欺负小佩，是因为我混这个家，混你的自私甲偏见。明明就不是小佩不好，是这个家已经害去啊！别讲阮是搬戏，不要紧，恁得继续用你的偏见、甲自私，去害我死人。伊德，伊德，我明仔载就搬出去，谁人无法度抓到我？叶伊德，你敢动诶？你凭啥个发动？伊德要搬出去，拢是你逼伊。我咧看你个心内早已经暗好啊，这间厝敢会当住四楼？袂当住四页的。啊，真正是安尼，恭喜你，你成功啊！今日是得，另当换我。范英芳去日本，敢真正是去咧动手术？无听到，病开刀，迄拢是咧骗人的。无听到，小佩伊会来接经理，是因为你是名副的第二代，伊竟然还坚持。叫咱用心计较，计未来咱兜，目的真清楚啊！这若是你的想法，我真正感觉你足可怜，我已经无法度害你啊！恁无我的温存，大主大会去找人，今仔日人来这向恁讨，这真正常。我若咧出手，是替你家教好呢。无叫你话，你听听。真正的一家人，就是黑烟，讲到黑烟。林阿姑是非常固执，您千万爱细腻。林阿姑除了伊家己，还佫有伊后生以外，其他人伊拢会当出卖。即马就算讲，我想要替只过错也无路用。亲情之间的亲占罪吼，是过错乃论呐。只要你若愿意吼，就替我撤回过错啊。敢讲这条法律你唔知？这件代志的关键呢，唔是伫个检察官，是伫你的身上。是你，万般思念，梦也梦袂来伊。你像月，也挂在天边；阮像云，要飘过千里。一年分开，使人也太心碎。珍惜你的美，多情的玫瑰，飘撇的男儿，一段旧情绵绵，再相逢会搁较甜。